下一首歌，歌名叫做《原乡人》，是国语的歌曲。当时这首歌配合着电影，嘛是叫做《原乡人》，有得奖哦，金马奖的最佳音乐迄款，也是最佳的歌曲，有得过奖，这我会记哩。啊，当年的主唱者真出名，邓丽君。啊，当邓丽君当即马去做神啊。我就写歌给邓丽君唱，当然也是真不简单。作词者是庄奴老师，啊，若作曲者呢是汤尼老师，两个伫咧现代歌坛拢真正出名的老师。啊，要演唱这条歌，当时是邓丽君，今嘛要来邀请到什么人？人称小邓丽君，名叫刘嘉文，老一辈。对于较无熟悉，但是刘嘉文有参加过即马的电视的歌唱比赛，所以较少年一辈，少年家朋友应该拢捌伊才对。小邓丽君、刘嘉文，有邓丽君的声韵，刘嘉文大方俊韵，伊的歌声100分，歌唱比赛有得奖，歌声真好是一定，到底。伊是啥本领？今来看伊展才能，来欣赏着小邓丽君、刘嘉文，看伊的歌声是毋是甲迄个邓丽君一模一样？甲听落，咱就会知影。欣赏刘嘉文唱邓丽君唱红的歌《原乡人》。张开双翅膀，对托成一个心愿，飞过那陌生的城池，去到我向往的地山川的
是好康的，好康的。上早隔壁阿兄讲阿吉介绍好厉害红狗爷。什么好厉害红狗爷？你完唔捌报？我吃看卖啦。